先生，大家晚上好。好。欢迎大家到来巴登马六甲，参加由巴登马六甲南德公筹委会暨青年会联办马六甲篮球总会协办2016南德公杯篮球锦标赛。巴登南德公筹委会暨青年会联办这项篮球赛，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健康活动。此项体育活动得到众多球队参加，可见大家对健康活动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。运动不但能增强体魄、增进思维，通过彼此交流促进友谊。回顾巴登马六甲，早在60、70年代，篮球运动掀起热潮，球队林立，男女球队上都有其存在的风光。当时可说篮球运动高峰期。当年巴登马六甲球场上有许多球艺高超的篮球好手，奔驰于球场上也曾有被遴选州代表，这些都是当时的优秀球员。时光纷飞，时光令人怀念。时至今日，由于科技进步，许多电玩充斥市面，令许多时下年轻小伙子沉浸于电影玩游戏，又或者因工作或环境造成对篮球运动不再感兴趣。幸好在另一角落还有这一群篮球运动爱好者，他们抱着热忱的心，假意之时继续参与，不分彼此，在推动此项球类活动。你们的这份热忱令人敬佩和鼓舞，希望大家爱与这份不竭的精神继续将篮球运动推广。今天的比赛得到队友们的参与，大家的支持，比赛可以顺利的举行。任何比赛，希望大家都能当做一场交流会，谨记有利益，无论胜负败，都怀着体验的心态。接下来